说话毫无规矩，像什么样子？分数我爱怎么砸就怎么砸。创作需要自由，就是你们在发这些传单，来找我们。 这件事好像要努力争取才可以拥有，但我们本来没有吗？有时候因为遇见一个人，你突然被打开了另一个世界。我昨天有说要带你戏办吗？所有的反抗都是需要付出代价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受伤。 你还是去谈正常一点恋爱，谢谢你。我都被搞乱了。我们不是一起的吗？怎么一起呀？